黄金向日葵巨人，一个很奇特的僵尸。当他遇到植物时，会把植物全部砸扁，并且当他砸扁植物后，有概率召唤全屏大蒜橄榄球。那如果他获得150万血量，哪些组合能打败他呢？组合一，21个吃了钻石的姜王推车。组合二，80个观察者投手。组合三，全屏毁灭熔炉。组合四，2个发光戴夫。组合一，2000 years later. 2000 years later. Double kill. KO. 组合二，2000 years later. 组合三，组合四。